最近都在拆这个榴莲盲盒，我也来跟个风。这一个榴莲32.8块一斤，你们那里多少钱一斤？太贵了，我这第一次买这么大的榴莲，以前就买过榴莲肉，没买过整个的，这是第一次，奢侈一把，看我能开出多少肉来。哎呀，直接这么快。哎呀，这有点小，还可以。一块儿。太香了，两块儿。看这里有没有，这里有块小的，三块，还挺多呢，肉，四块。哎呀，买的挺成功，看，都非常饱满，五块肉，这一个花了160块钱，开吃，哇，好香，今天真是奢侈了，好甜，还算挺成功，是吧？